会是下个旅人不停的迷路，即将踏上大漠，没有地图，我用力援助，接下来什么是赌注？天命家书，百世世苦，不是双手合十我就能得到祝福。我画一个广道天主道大清没有出路，所有的僧侣和亡夫不停赶路，我亲眼目睹要粉身碎骨，不用兵变民乱，关键在四周的上部。我在那么迷路，落日的长河仍在远处，不有什么地图，我相信痛绝不如眼中，没有什么赌注，祝福的大小在于难度，车下面纱心无旁骛，女人的使命是丹青废墟尘土，没有突兀，不管是今是古，天命家书白首是故，不是双手合十我就能得到祝福。我怀疑的荒岛天主高大清没有出路，所有的僧侣和魔夫不停赶路，要亲眼目睹深邃骨，不用兵变兵乱，关键在四周的山谷。我在大漠迷路，落日的长河仍在远处，不用什么地图，我相信痛觉的路眼中，没有什么独处，祝福的大小在于难度，我们都在赶路，忘了思考有没有出路。天命家书白首是故，不是双手合十我就能得到祝福。我们都在赶路，我们都在赶路，我们都在赶路，我们都在赶路。